浪漫喜剧《芭比》周末票房排名第五名，且是2023年年度最成功的电影，全美收获约6.2亿美元。电影《我的希腊婚礼三》则滑落到第四，周末票房470万美元。由丹佐华盛顿主演的精彩动作电影《私刑教育三》则排名第三。Alicia Drake, find your voice。悬疑惊悚片《威尼斯魅影谋杀案》以1450万美元票房荣登第二名。这是肯尼斯·布莱纳第三次出演大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，要破解降神会期间的凶杀案。最后是恐怖片《修女二》，本周蝉联冠军宝座，票房成绩1470万美元。东森新闻团队，洛杉矶报道。